我们浙江上亿基建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台资企业。我们拥有36位工程师组成的技术研发团队，开发了中国最先进的中速纸飞机，以及亚洲最先进的高速纸飞机，在满足我们生产啤酒、生产果汁饮料以及方便面面碗的客户，他们追求不同层次高品位的包装，特别有个性包装的同时，我们开发了极速包装机这一款机器设备，可以做1x1、1x2、1x3、2x2、2x3、2x4这样的一个极速包装。这款机器结束了中国依赖从意大利美国进口的历史填补了国内的空白，那为我们的啤酒罐啤酒以及高端矿泉水的生产公司带去了福音也为中国的技术包装的事业做出了一些贡献这款机器的速度呢，可以做到每分钟180包这款机器的构成收集了我们已经汇集了国内外淡金的一些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元素，整个控制系统全部采用德国西门子公司的控制单元，结合了融入了我们做成型机自己积累的将近10年的一些专有技术成功开发了这样一款的跟纸张跟平行跟惯性非常融合紧密联合在一起的一款成型设备，希望我们的设备能给我们的客人，给我们的制造商要提高产品的档次，希望我们能给他带来一些帮助，谢谢。我们看中这个平台在我们同类行业中的一个独特性它的传播效应以及未来对我们客户的在线浏览、在线选购的它的功能，这样。最主要是提高知名度然后让我们让我们的产品更好、更快地进入我们的流通领域，让我们的客人第一时间知道中国还有一家叫浙江上亿基建有限公司在生产纸杯机、纸碗机啤酒罐装这个极速包装这样的一个设备让他们方便的不用出门，在家就可以选购到他们自己满意的中意的产品。我们是愿意和这样的一个战略伙伴介绍给我们的客户，介绍我们的供应商，来共同来分享这个平台带来的方便带来的传播速度，也希望这个平台能跟我们互融互动，把这个带有创造性的个性的这个平台来更好的在中国取得长足性的发展。